七八九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三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青龙出水，一、二、三，双推手，一、二、三、四、五，肘底看拳，一。三，倒卷红，一、二、三、四、五，来个亮刺，一。斜行，一、二、三、四、五、六，闪通背，一、二、三、四。联手红拳，一、二、三，六风刺臂，一、
三、四、五，单边一、二、三、四、五，云手一。高探马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Thank you.
四、五、六，人手一、二、三、四、五、六，摆脚叠发，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倒剪红，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三通背，一、二、三、四、五、六、七，连手红拳，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一、二、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一、二、三、一、二、一、二、三、四、五、一、二、三、一、二、三、四、五、一。
这第一式叫起式，起式它要求是站立当场，两腿并立，立身中正，虚灵顶颈，牙齿嘴唇微合，舌尖抵上颚，用鼻子呼吸，耳听背后，含胸塌腰，心气下降，呼吸自然，两臂自然下坠，身体两侧呼气放松下沉，沉于两脚，然后慢慢起左脚向左侧横跨半步，脚尖先着地，然后徐徐移动重心，好，呼气放松下沉，沉下以后能松到脚上，它自然反应从脚下又产生一种反弹的这种气感，然后一直到肩，然后把手臂慢慢的徐徐抬起与两肩平，然后再随着松胯屈膝，松肩沉肘，把两手坠下去，这样形成一个起势。通过这一个起势的练习，与动作协调配合呼吸，就可以感受到你内气是否能贯通。下个动作叫金刚倒对，金刚倒对是松左胯，身体略向左转，然后两手，左手逆缠，右手顺缠，向左上方捧上去以后，它的角度，这个左手不要超过左膝，在左膝的上方，右手在胸前中线，然后再松胯松肩坠肘，坐完翻掌向外加棚劲，然后重心移到右左腿，转腰向右后方捋，右脚尖随着外摆，两手捧紧不丢，然后重心继续向右移，两手向上捧，把左腿轻轻拧起来，向左前方开大步，脚跟内侧着地，然后下沉走弧线，向前移重心，左脚尖外摆，左手捧于胸前呈弧形与胸平，右手在右膝上方，手心向前，然后左手前带，右手带右脚上步，变虚脚点地，然后松胯松肩坠肘下沉，然后右手握拳落在左掌心，然后再提拳提脚，然后再震脚，震脚的时候是提起松下，不是这样用力的跺脚，这提起
松下，用身上的松弹劲儿，右拳变掌，伸向左转，右手向上穿掌外翻，左手逆缠下按，身体先向左，先左后右，然后身体继续右转，然后两手旋转交叉于胸前，提左腿，提右腿向右方开一大步，脚跟内侧着地，然后先移重心，身向左转，重心右移，右手穿掌外翻，松胯转腰，把右手拉开，左手叉腰，放松下沉，啊，形成右弓步。左手去引右手，两手相合以后，移重心走下弧下捋，捋到这儿以后，身向继续左转，重心右移，两手继续后捋，然后松肩沉肘，手旋腕上翻，合于左胸前，然后再收腿下按，形成一个周身的合力下按。下个动作叫单鞭，单鞭是两手双顺铲旋转，然后变勾手，这种方法在集体教学还按照口令容易做一些，所以它一二，这在过去在陈家沟的传统的练习方法老架一路里边最有特色的，也就是这个六峰四壁的包球式，也很多几家太极拳里边都有包球式、开合鼓掌，它都是从这个动作演变出去的，所以这个动作是难度比较大一点，所以在集体教学的时候就不好分段，所以在我们集体教学就采用了这种方法。在这里给大家讲了以后，
你看到有些老师这样做，你应该知道是怎么回事。到你这个动作套路学会了，身法协调了，周身顺遂了，也要把这个动作练习一下。这个六风四臂变单边的方法，里边包含有很多用法。然后提腿开步，勾脚，穿掌，再翻，松胯，要形成一个左弓步的方法。这个是第一个动作到单边这五个动作的分解动作。第二个金刚倒对是转身的动作，右手下沉与左手相合，重心它在左腿，合好以后，然后两臂旋转外翻向后捋，重心移到右腿，捋过来以后再下沉，身向左转，左脚尖外摆，再重心再移到左腿，然后上步再转方向，方向转过来，然后右手握拳落在左掌心，然后右拳提起，把右脚带起来震脚。第二个金刚倒对以后是白鹅亮刺，白鹅亮刺就右手变掌上穿外翻，左手下按，重心移于右腿，然后提左腿向后倒步，脚尖先落地，然后再重心后移，两手交叉，再到右腿，然后重心再移向右腿，两手分开，把左脚收回来，就是右手上捧，左手下按，变白鹅亮刺。白鹅亮刺下边是斜行，
那身向左转，右手向上向左摆动，左手随身体向后旋转，然后身向右转，转过来，两手捧起，踢左腿向左前方跨大步，然后左手从左膝下画弧五指合拢提起与肩平，右手合与右耳下，然后向前推，向右拉开，放松下沉，屈膝松胯，圆裆，重心偏左腿。然后下边是楼膝，楼膝是下沉，两手相合，然后重心右移，把脚收回来，两手合在胸前，变为立掌。然后再做奥步，走下捋，踢左腿向前上一步，然后再上右步，再上左步，然后左手从左膝下画弧五指合拢提起与肩平，右手合与右耳下，然后向前推，向右拉开，放松下沉，下边动作还是楼膝，松胯下沉，两手相合，移重心，收左腿，两手立掌合于胸前，这个动作楼膝。奥步，两手下捋，提腿上步，一步，两步，三步，
两手交叉，下个动作叫掩手红拳，就两手下翻，重心略偏左腿，然后两手上合，重心移于右腿，右手握拳合于右腰间，左手微掌在胸前，要发力的时候是右脚蹬，腿转，腰拧，然后把拳推出去，所以有从根到骚，从内到外，重心移动，伸腰旋转的同时一瞬间把拳推出去。这叫掩手红拳，这个后腿不要停直，停直以后影响这个身法灵活。下边是金刚倒对，这第三个金刚倒对就又把身体转过来了，这右臂下沉，放松下沉，与左掌相合，重心在左腿，然后右手上捧，左手下按，重心移于右腿，左脚尖内扣，然后重心左移，身向右转，两臂旋转合于胸前，把右脚收回来，虚脚点地，然后放松下沉，右手握拳落在左掌心，然后提拳提脚，正脚落地。现在进行第二段的分解动作讲解，从第三个金刚倒对开始，预备。下边动作叫撇身拳，两手下沉分开，然后开右步，两手相合，立于胸前，然后身向左转，重心左移，两手向左上方捧，然后再重心向右移，身向右转，左手从左膝下转过，右手从右膝下转过，左手从左耳前向前推，然后重心左移，身向左转，
然后右手随身体旋转，从前边平栏，左手转到左腰间，叉腰，右手握拳，然后重心右移，身向右转，右拳外翻，合在右太阳穴旁边，然后左手叉腰，然后形成右拳左肘左脚尖为三点一线，眼睛通过左肘尖看左脚尖，要撇伸拳。好，下个动作叫青龙出水，重心左移，身向左转，右臂松肩沉肘，让下沉旋转，然后再身向右转，松右胯，右拳收在右腰间，左手合在胸前，掌心向前，然后是移重心，转腰，把右拳向右前下方推出去，在右膝的前下方，叫青龙出水，其实可以击打对方的裆部丹田。这叫青龙出水。手相合，走下弧，然后身体向左转，重心还在右腿，左脚尖外摆，然后移重心上右步，然后重心右移，身向左转，继续向后捋，然后把两手旋转翻上来，然后向前推，把左脚收回来，这个叫双推手。在六峰四臂，它是向前下方按，这个动作向前推，推于胸平。下边动作要肘底看拳，身体向左转，左手下沉，右手向前捧，然后左手上升，右手下沉，身体向右转，然后再坠肘与右拳相合，放松下沉，这个叫肘底看拳，有肘和拳有相合的意思。
好，下边动作倒卷红。好，右手转到耳下，然后到左部，左手后捋，右手前推，然后左手上翻，合在左耳下，然后重心后移，然后再到右部，再右手后捋，左手前推，只形成一个倒步的方法。要可以根据场地倒三步，倒五步。到最后一步的时候，两手相合倒步，再下捋，再交叉，再倒步，变白鹅亮翅。亮翅下边是斜形，那身向左转，右手向上向左摆动，左手随身体向后旋转，然后身向右转，转过来，两手捧起，屈左腿向左前方跨大步，然后左手从左膝下画弧，五指合拢提起与肩平，右手合与右耳下，然后向前推，向右拉开，放松下沉，屈膝松胯，圆裆，重心偏左腿。下边看这个闪通背，这闪通背这两手先上合，下捋移重心，收腿，走，左手上翻，右手下合，然后再旋转，右手合在右腰间，左手带左脚上步，然后移重心，穿掌，左手下按，然后变勾手，上翻，两手上捧，重心后移，勾左脚尖，这时候重心再移过来，提腿，蹬脚，落地，两手交叉。Thank you.
下肥上合发力。下边动作六风四臂，左手去引右手，两手相合，下沉，重心后移，左脚尖外摆，然后移重心上右步，然后重心向右移，两手合在左耳下，然后两手随松胯屈膝，周身下沉合按，然后把左脚收回来，虚脚点地，变六风四臂。六风四臂就是将两个手的按的力度，右手占六分，左手占四分，叫六风四臂。也根据太极拳的阴阳虚实来说明问题。